的人祸呢，可能源自于一个政策，政策的决定的关键呢，就是在领证者的一念心。是，所以呢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说，啊，不管在每一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佼佼者，都能够从药师经里面获益的话，那他以小见大，可以真正的达到这个护国喜灾的一个根源。